今天又请了两个就是大匠人，然后我们到小工和水泥拌沙，把所有屋子的地都打成水泥地，打成了水泥地铺那个木地板就好铺了，所以今天就是把它的地打一下。围墙的话都已经盖起来了，就它这个围墙中到头上面还得写着了。嗨，接工你好啊，接工，他叫大王，还有一个金刚，金刚，金刚不知道去哪了。然后我们昨天是在这边睡的，就在看场子呢。昨天晚上给这个屋子装了门，然后就在地下睡了一晚。这是已经成功的屋子，这间屋子已经做成功了，就是所有的房子装修出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下面地砖墙吊顶，就是已经成功了，就是放了这边放了一些物资。金刚在那边跟小狗玩呢，是我二舅他三姐，是三姨父，他在铺地砖。这个家里面没挂木没铺砖的屋子进来就是很暗，特别的暗，就是铺完地砖挂完大白之后它是发亮的，看上去特别的亮，特别的光亮。所有的围墙都起来了，围墙起来之后啊，金刚在那里，围墙起来之后上面还有围墙洞，把围墙洞打上，上面就可以焊那个铁的围栏了，铁的护栏了。